真的那个学问很大，而且女生哦在那边传。你是代表我，你用我的手机对不对？可是你不要去把你这语气加进去嘛，说晚上要吃饭哟。我一看到我气炸，有有有，你是我去你哥嘞！你俩吃饭，吃饭哟！你受得了吗？我也有加过表情符号，当然就被骂娘，就说哎。我是男人，你给我加一个那个什么表情符号，对对对，搞什么爱心？对，天哪，这样不是很亲切吗？就好了，真的是你要发那个马屁，合理的。我如果传简讯给世军哥，好，所以有事要麻烦你，晚上能不能可否请你吃饭？你给我加一个请你吃饭哟，再加一个爱心，你看了你会不会傻眼？应该不会去，会怕，连回都不想回，删除。